身后咧就系、是、海旋门啦。其实咧系我讲话系海旋门啫，咁但系当然唔系叫海旋门啦，但我唔知道叫咩啦。咁呢度咧就喺两条马路嘅大马路嘅中间啦，冇啦依旧嘅啦。咁咧系好靓嘅，咁我话咧嚟到咧莫斯科咧，一定咧喺呢个面前咧影张相嘅。咁去完呢度之后咧就会去红场噶啦，但系咧而家咧系非常之冻啦，跟住之后咧我人啊头发又乱啦，再加有少雨粉啦，跟住系啦，咁头先已经影咗相，但系而家天气咧其实好啲，啱啱食正咗个羊羔呢一边，但其实今日晏昼嘅时候咧都比较阴天嘅。非常之冻，喺边咧？我哋就而家咧喺呢一个红墙里面啦。啊，真系冻死人啦！喺红墙里面咧，而家你见到咧，我原本咧都为咗谂住为咗衬衫咧唔戴条颈巾，但系咧搞唔掂。呢个地方好大啦，超级靓啦，跟住。是好像有 Christmas， 有啲 Christmas 嘅 decoration 喺度，就全部都系闪亮亮光光嘅。嗯，收翻住先，因为真系好冻。我系手最今日唔记得戴手套，好辛苦啊！好啦，同埋咧，其实咧喺度行咧。喺度行嘅时候咧，要小心啲贼咯。呢度好多贼，咁我唯有要扮演到我唔系一个好多嘢偷人咧，所以咧就包得冚啲自己，将自己都变成贼咁样。系啦，好冻。影嗰个圣巴數咧，其实最主要咧就唔系喺呢个 square 度正面影过去啦，要越过个圣巴數，跟住喺后面影咧，咁就会系最靓嘅。咁我而家咧就行咁去后面嗰度啦。咁咧嗱，见到我讲咁耐嘢咧，就证明有几远啦呢个 square 行过去，系差唔多噶啦。夜晚咧个红墙咧真系非常之靓噶，咁红墙咧英文就系叫 Red Square 啦，后面啦就系红墙嘅入口啦，咁里面好大个 square 啦又，跟住之后咧我面前咧。就有非常之靓嘅Four Seasons酒店啦，跟我背后就有一个非常之繁华嘅 Moscow 夜晚，真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靓。咁其实咧呢度平时咧系晏昼咧，我真系唔觉得特别靓嘅，但系咧夜晚咧真系好靓好靓啦，好靓啊呢度，不得不赞呢一个嘅莫斯科。夜晚，咁而家咧就准备去睇呢一个嘅芭蕾舞嘅表演啦。嚟到呢个圣彼得堡啦，呢、這个感觉咧完全咧系好似去咗欧洲咁啊，因为咧成个城市啦呢一度咧嘅建筑咧都同 Amsterdam 咧好似。咁因为咧，之前咧喺呢一度啦，第一个领导人咧嚟到呢度嘅时候咧，佢系嚟自，即系佢曾经咧去过荷兰嘅，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同荷兰咧
這個咧同荷蘭嘅建築咧都非常之相似。咁但係咧呢度咧喺莫斯科咧係凍兩三度個我諗，因為我就嚟凍死啦。但係好好啦，就因為咧今日天公作美啦，因為平時咧呢度咧聖彼得堡咧佢係會落雨啦，即係成日都有雨粉嘅，但係竟然今日咧係咁好啊，天氣都有陽光啊 ，so happy。